那今天来讲的是那个这一题是交大的机械 and 中山的机电的题型哈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定义出牛顿第三定律的？好，牛顿第三定律、反作用力定律，啊，等下答案我会写在说明栏。它就是对一个任何的作用力有相对的反作用力，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，作用不同的物体上不能抵消，啊，就是这样。那对于这一题有什么问题疑问的啊，那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